请收看维新世界，用心看台湾，全民健康保健。健康是生命之基石，是人生幸福的泉源。拥有了健康，就可以去创造一切，这是人生最为宝贵的财富。全民健康保健节目邀请到台湾最优秀各科专业医师群，跟我们一起来守护您的健康。今天我们欢迎到台中荣民总医院传统医学科杨雅珍杨医师哈，今天非常感恩您，欢迎您到我们现场来。你好，主持人你好，那各位维新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传统医学科的杨雅珍医师。杨医师，我这几天哈出现一个状况，就是头壳疼，头壳疼，这个头痛的问题，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都曾经遇到过。遇到过。那这个头痛产生的原因有什么？头痛产生的原因还蛮多的啦，但是三期可能是最近比较忙吼，所以就是发现就是曾经有头痛。那通常头痛呢，它其实有蛮多原因的。那我们首先会去鉴别说，那比如说三期你痛多久啦？你是不是痛昨天才开始痛，还是你长期都很头痛？那你什么时间痛？早上痛跟下午痛，然后或者是说你的形态是刺痛、抽痛、胀痛，那这几个情况的原因我们都会认为是不同的这样子。哦，对，因为头痛状况有很多哎。对，有时候我是这边痛到这边痛，那我会就认这应该就偏头痛的部分吧。对，那有时候又全身痛，然后痛到这边它会丢这丢这丢这，嘿，对，那又是不一样的状况了，不一样的痛这样子。哇，那这个类型就很多种了。对啊，那我们就请杨医师来跟我们认识介绍一下头痛的类型有哪些。好啊，就是首先就是像湘琪刚才提到的啦，那其实我们全台湾有蛮多族群都有过这样子强烈头痛的因素。那刚才有稍稍讲一下说，那头痛到底有什么样的原因呢，或者它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其实我们要分为两大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好，那其实对医生来说，那除了辨别时间的长久，那其实我们也会去分析说，那他到底是真的头痛还是假的头痛。那大家观众可能问说，那真头痛就真的头很痛啊，什么叫做还有真的，然后还有明明就是头在痛了，就只有真头痛，我不会跟你说假头痛啊。对啊对啊，那可是医生其实可以理解你们的疼痛是在描述头的这个部位，那可是对于说我们要不要再进一步帮你开检查，那是不是要去只是要去找出头里面是不是有真的长东西的原因，或是曾经有过中风的原因，或你只是外在的一些颈椎的问题啊，或是压力的问题、肌肉紧绷问题导致的头痛。这对医生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你除了在描述说你是头这边的痛，那到底是真头痛，其实我们指的就是说脑部里面真的有东西。那如果我们一旦鉴别说你是脑部里面有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再帮你拍一些，就是说我们去照电脑断层啊。对，所以有些人为什么好像觉得说头痛会不会就是很常就问我们说，医生我头好痛，我是不是就是头里面有长东西的时候，我们也要去辨别说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问题。那通常要怎么样知道说自己是真头痛还是假头痛呢？可能三期也会想要知道啦。对，对，因为我也很好奇啊，因为刚来一个真头痛，就有一个假头痛。是。那照雅珍医师您刚才这样子讲的话，其实我平常依我自己个人的话，平常这样子的头痛出现，它第一它出现的次数
不是很 多次，也不是很长，对，可能就是某些症状的时候，或是天气变化的时候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嗯，然后所以其实这样子的算是假头痛了，假头痛，对对，三体还蛮敏锐的。如果他出现的情形，他都是比较偏向是比较头侧面，然后或是他甚至会有点跑来跑去的，那我们可能就不认为说他是里面固定或是真的有长什么东西。如果因为是里面如果真的有长东西，或是有曾经中风过、小中风过、小梗塞过，那种痛其实常常是他形容不上来。那我们会问他说：“哎，你哪里痛的时候？”他就是说：“就里面就很痛啊。”然后他没有办法指出哪一点。那大部分其实其他原因造成，其实大家可能都比得出来啦。那甚至有些人最常见的，他是血压过高的那些头痛，他其实是脖子后面会比较紧。那这些原因对我们来讲的话，都是需要再去加强问诊，然后去了解的。所以其实要观众朋友其实是不要担心哈，不是说好每个人头痛或是长期头痛就一定是头脑长东西啊，或者是说我医生我是不是中风，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大部分啊，大概可能70%-80%以上的人，他都是可能是脖子的问题，那或者是剩下一点点，他可能是因为血压的问题或是睡不好的问题，那就把这些问题调整好，其实就可以缓解头痛了。耶，真的有发现哦。我如果说是当天就是前天晚上我没睡好的话，是是是，这个症状也会引起我隔天早上起床，然后莫名其妙就出现一个头痛的一个情形。对、啊、但是它不是很久，如果有时候情况再久一点的话，我自己曾经亲身体验到的就是就可能我生理期要到的时候，或者是生理期当天，我们都想说生理期来那应该是都是腹部会有一些些的症状啊，可是我有可能伴随着是那一天晚上我就会出现头痛的症状。对，那这也是一个类型的头痛啦。那刚好提到大部分是颈椎肌肉的问题，或是睡眠的问题、血压的问题。那有一部分的问题是来自于它是荷尔蒙的波动导致的。那女生经来头痛这件事情伴随着月经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知道说他可能要去处理头痛的问题，其实是要去处理他是不是月经不顺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蛮多护理师啊，或是我们需要轮班的一些族群的一些身上，他们因为日夜作息是不稳定的嘛，甚至会掉来掉去，那他们的睡眠品质不好，然后生活压力、工作压力也大，然后跟着荷尔蒙就有点失调的情况下，就会比较产生这样一类的疼痛的一些。真的是要好好的调整一下哈。其实我们啊，出现头痛的症状哈，真的是你不是只有当下说是头痛的问题，你就不能断定它就是因为头痛头有问题了。其实是因为你身体其他的其他的问题、其他的警讯来告诉你说，先让给你一个症状说你头有头痛了。对，那你要去注意，其实它引起的部分是。对啊、到底是哪些？其实是告诉你该休息了，对对对，真的告诉我们该休息了，不要用脑过度了。对对对，大家说头痛出现症状了，你就是让你的头脑休息一下，这样是最简单的方式。对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常说，但是头痛的时候来了，我们应该要什么时候去看医生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像您刚才有提到，有个人有可能有的症状它是很紧急的，是它立即出现在你的头痛反应上，那我就要马上去看医生吗？还是说我可以再等一下？是因为看医生毕竟上这个不是这么方便喽，尤其我们现在疫情的关系，大家都要稍微思考一下。对对对，没错，是不是我现在正在头痛，我就要立即去看医生。三起就是帮观众朋友问到一个还蛮好的点，到底什么样的头痛算是比较紧急的状况？那比较紧急状况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真的头痛嘛。
所以当你的头痛时间它出现的时间还蛮长的，可能超过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甚至24小时，它都没有缓解。那它的程度它是越来越强的，比如说它一开始只是轻微痛，可是越来越痛、越来越痛，甚至是痛到你已经站不住了、看不清楚了，然后甚至是看东西都是昏头转向的一个状况，然后随时要晕倒。那伴随着比如说有一些可能肢体啊也很难控制的一个状况的情况下，或者讲话不清楚的状况下，都算是蛮严重的状况。这时候其实就是要立马紧急的知道自己要去医院了的一个部分，它算是比较严重的状况。那像平常我们头痛的时候，是我没去看医生，那我可能会先吃一颗止痛药，对。但是这个止痛药我不常吃啦，但是它真的有它的效果，可能在短时间内会让我立即舒缓，然后让它舒服一些。那之后我们还是要去找看看为什么会引起这个头痛的原因嘛。对对对。那当我们这是西医的一个治疗的方式，是头痛产生的时候做的一个方式。那在中医的部分呢？是中医的部分哈，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很简单的分为两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指板的部分。那中医看到头这件事情呢，它其实是全身阳气的经络。我们知道我们 人有十二条经络嘛，还有就是任督二脉，那个武功大侠都是要打通任督二脉。那这些所有的经络呢，其实都会上到我们的头顶的这个部分。所以当身体呢有比如说最常见的是比如说我们感冒头会痛，比如说有外面啊我们吹到冷气啊，导致我们身体这些经络的阳气的经络之气运行不畅的时候，就会导致头痛。那这是属于外来短暂的问题，可能刚才三体讲吃个止痛药，或是我喝一杯热水有发点汗那就好了这样子。那第二个问题就会是比较刚才三体有提到比较牵绵比较长久，它可能是一下子某个时间来痛一下，某一个时间来痛一下这样子，那就可能会是属于说我们身体体质也出现了一些劳累的一个状况。那中医呢怎么样看待说我好像没有那个中医怎么样看待说头痛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像是说如果你肝火太大，火气往上冲，这就是比较算是实证的一个状况。肝火太旺的时候，对对对，最常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口干舌燥，对，嘴巴破，那你嘴巴破，对，嘴巴破，这时候你就知道你的肝火上升了，对对对，那这时候就会有一些比较胀痛的一个那个头痛的感觉，然后甚至那时候血压会飙高。那中医看待这种我们刚才有提到，我都已经知道是他肝火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大发脾气一通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整个好像头昏昏胀胀的时候，这时候反而是要去吃一些清泻肝火啊，或是喝一些我们讲青草茶降一下这个火气，他的头痛就会缓解下来。那第二种呢，它可能就是比较算是身体虚的，它可能是月经来了之后经血流掉之后它血不足啊，或是可能我们有一些长期吃素的啦，可能我们维新的就是观众朋友有一些乳素的族群这样子。那其实肉类蛋白质摄取不够的话，其实有些人加上他可能有一些遗传性的地中海型贫血啊，血不够的这种也会导致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身体的阳气它运行的那个能量比较少，然后这种也会导致我们的一个疼痛。那这时候可能就要透过中医的调整把这些气啊血啊补一补，然后来缓解这种头痛。那第三种类型其实就刚才讲的比较简单，它是因为感冒造成的，那我们就要去处理它感冒的问题就可以缓解它的头痛。对，其实刚才听到这么多，头痛其实它只是一种症状而已，它不是它引起它头痛的症状会非常的原因会非常的多。对，所以其实我们遇到看头痛的话，这要往下查，要往下查，都要一直查查查查到你到底真正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对对对，这样子才是有效的治疗头痛的方法。没错，三期。那头痛的治疗方式，我听说还有一种方式很有效，我们中医的
那个我去看过中医的时候，我们那个陈医师他最喜欢在我手上扎一针，哦，扎完之后真的舒服很多。是，嗯，那这个针灸的部分，我们请杨医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啊，就是我们可以先看指卡，然后再教大家做动作。刚才三期有提到说，就是我们的那个手前面的这部分，其实是我们的那个合谷穴。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看到说，我们的手如果拿起来虎口这个地方，其实是大家常见的大穴合谷穴。那它是一个大肠经的穴道哈。我们说面口合谷熟，所以头面部分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可以藉由按压合谷，大家可以按一下这个，其实刺激感蛮强的啦，就这样子。对对对， 我其实头痛头晕的时候我常常捏它呀。对啊对啊，但它其实在我们虎口，不好意思，虎口的中间这个地方，会有一个隆起肌肉比较丰厚的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合谷穴。大家这样子平常按的时候，比如说头正在痛的时候按这个穴道，其实它会有一些舒缓的功效。那刚才有提到它是大肠经的一个问题嘛，那大肠经的经络啦，所以其实有一些肠胃的问题造成的胃火肝火的问题，其实按这个穴道也可以改善头痛。那其他还有像是那个，我们看一下指板后面，就是我们的那个风池穴。风池穴在我们的脖子后面有两个穴道的这个部分啊，那它其实是可以缓解我们的那个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感冒吹到风啊导致的这边血管收缩，脖子后面的酸痛啊疼痛啊这些肌肉紧绷的问题都可以按压我们的风池穴来改善的部分。那最常用的呢，其实还有就是我们的百会穴，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嘛，头是所有就是经络都会上行到的一个地方，所以百会穴作为头顶所有经络的汇集的一个穴道的话，其实按压这个穴道，它可以刺激很多条经脉同时去畅通，就可以调整整个头面部的气血。那我们来一起做一下百会穴好了。百会穴就是在我们两个耳朵耳尖上面，然后的连线往上面这边的地方，大概正中的这个部分按压，大家会觉得好像特别的酸酸胀胀的感觉，那这就是我们的百会穴。所以当我们头痛不舒服呢，或是觉得说好像痛到精神没有办法清楚的时候，其实就是可以这样子敲击七下或是按压七下的一个部分，就可以达到刺激这个百会穴的效果，那它就可以达到调整很多经络的这个精气的一个畅通，恢复气血的运行，这样子。哦，真的很棒哎！这样子稍微按压一下，这是让你的头痛可以暂时缓解。但是呢，你如果没有解的话，记得赶快看医生啦。是是是，三七。那我们平常哈还有什么方法、什么保养可以来降低我们产生头痛？其实还是要针对原因啦，如果你是很常容易感冒的族群，你可能就需要就是注意不要常常流汗就吹风啊，然后引起这个感冒症。这真的很难耶，流汗就吹风其实是因为外面天气很热啊。哦，是。我们进到有冷气房的地方，是先赶快先把汗擦干、汗擦干。对对对，然后或者是说你知道自己身体的体质比较容易感冒，其实是要做一点重要的调理身体的一个部分。那再来的部分就是说，当然就是血压高也是一个嘛。如果你是因为睡眠不足导致的火气比较大，然后肝火比较容易往上冲的一个问题，那你可能就要调整一下睡眠的部分。那另外当然酒精也是要比较忌口的啦，那刺激性的食物比较减少。那这样的情况下，藉由生活作息的调整，是有机会可以改善一些比较反复性的头痛的一些问题，这样子。嗯，真的。那我们还有可以什么样的茶饮啊，或者是食疗的方式啊，来减低我们这个头痛的产生？头痛的部分哈，其实我头痛它没有特别的定方，但是蛮多就是朋友们会问我们说，有一个
药材是不是可以吃，就是他们一头痛就会想到这个药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纸板就是天麻，因为天麻在就是我们中医来看，它其实是一种药材，它是可以比较梳理肝风的一个部分，那也可以改善就是头脑精气的一个循环的部分。所以大家好像觉得说，吃天麻就可以去调整就是脑部的循环啊，就像是有些人他常常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吃一点银杏啊，对，来改善脑部循环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天麻它是可以少量服用的，来当也是可以去买来泡茶饮的一个部分，就是切片。天麻这个好找吗？好找吗？天麻还蛮好找的，它其实切起来的话是比较有点胶质感的一个部分，就有点像是如果你把这样子抓那个乌鱼子片切吧，或者是应该是说我们金桔啊，我们不是有一些那个果干的部分是切得很薄，那种透明的感觉。那它当然有它的药性啊，是可以我们透过研究来了解，其实它是可以改善脑部的循环。对，如果是对于头脑本来循环比较差导致的这种闷痛刺痛是有效的。那如果对于一些比较虚损气血不足的族群的话，它不见得会有效。那其实我是要回答大家说那到底每个人都会来问说可不可以吃天麻，吃天麻会不会有帮助。那其实我会告诉他们说那可能要看你的情况适不适合吃，那一昧的乱吃不一定会有帮助啦。对，但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天麻的部分三姐产生了一个问号，是天麻是怎么吃它天麻一般我们当然是就是可以煎成药嘛，加在其他药材里，但是这个可能要医生才可以。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天麻其实切片少量的。这个看起来有点像菜脯对对对，它其实就是差不多这么大。对，就是差不多像如果我以我的手去做比，它其实会再小一点点，就是、小一条。对对对对对，它不大。那其实中药行他们其实会卖的是，甚至是请他们切片，他们都愿意帮你们做切片。那切片完是我们是要泡在水里面？对，一样是煮茶饮，煮茶饮。对，那是少量会有帮助啦。那实际上适不适合，还是蛮建议就是要问一下医生这样子。它可以直接含在嘴巴里面吗？会，但是它效果其实要煮过会更好，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些多糖体，然后透过煮的效果会再更好，这样子。对，所以你看三姐先帮大家问到了，因为我也第一次看到这个天麻这个东西哈，那之前都不认识它，那今天听到这个天麻的东西，一定就表示说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一定他们对很常已经常常听到天麻的这个食材的名称哈，所以才会有这些问题的产生哈。那是真的是今天非常非常的荣幸哈，可以有机会听到这多认识了一种这个天麻的这个一个食材。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饮食啊，或者是食疗的部分、食补的部分，可以让我们的就是比较不会产生头痛的状况。其实真的没有，没有太多。对对对，没有太多也没有关系哈。那这样子，我们头痛的部分，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其实它是头痛，痛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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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边来，痛到这边来。然后我刚开始都会以为说我是眼压过高，对，但是不是应该不是应该好像就是颈椎的问题，对，引起到我的头痛，对，然后再去影响到我的眼睛，所以头痛是一个这个。痛在上面，其实它的原因真的就是有可能是其他部分所引起的这个一个简讯哈。是。那这样子，我们在头痛的部分，雅正医师还有没有其他的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案例？比较常见的其实因为我是看呼吸道比较相关的疾病啦。
那其实有一类的族群，他们是呼吸道引起的头痛，那他们常常就是或是小朋友常见的头痛，就他就会想说小朋友为什么连小朋友也会头痛，那不是很恐怖吗？小朋友是不是长了什么坏东西在那个？其实是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鼻子，我们台湾大概有很多族群，就是70-80%都有过敏鼻炎的一个状况。对对对，当他们鼻子发炎的情况下，他们就会导致前面额头的一个胀痛、闷痛。所以这部分呢，像是有很多小朋友来我们门诊，他其实是来调头痛的部分，我就是去改善他鼻子的循环，那他的头痛他其实就减缓，那晚上也睡得比较好。每个人一生当中都会经历过头痛所带来的这个困扰，头痛如果不去设法缓解它的话，单靠意志力忍耐其实是没必要的。其实透过生活习惯的改变，保持身心的愉快，使用正确的方法来缓解头痛，让疼痛来远离我们的生活哟。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杨雅珍杨医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全民的健康我们一起来保健。感谢您的收看，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